来临，不少人都会吃冰。有网友到饶河夜市点了一碗150元的芒果冰，没想到送来时却和他想的差很大。可以看到整碗的冰上面只有铺了几块芒果和一些炼乳，底下刨冰也不多，用汤匙当作比例。另外一张还用自己的手来做对照。网友把照片 po 上网，质疑这样的分量，一碗150元的芒果冰算是正常吗？不过看看其他家的芒果冰，整碗满满的芒果，上面还会放上一颗芒果冰淇淋，分量明显有差别，但价格也稍微贵一些。不过照片一抛出来，马上引起热烈的讨论。有人说这根本是巴掌大小的芒果冰，还有人说买了一碗75元的芒果冰，分量还比这个多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，观光夜市的价格本来就会比较高，加上店租的成本还算合理。